走了，拜拜。我们的车，我们去阿里山。现在我们到这个休息站，司机要打一下油。嘉义城火什么？火鸡肉饭，感觉好像很好吃。我们来看看一下它的油站是什么样子。就这样子。哦，它的柜台就这样子。哇，好小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、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车，车牌是1711，嗯，大两吧。我们这里总共坐了11个人，包括司机12个人。哇，谢谢大家都来买彩票，司机大哥叫我们怎么买彩票，有买有希望。可爱，还想有黄黄的，就是可以买彩票的。就司机大哥告诉我们说，每当他载一组客人，肯定呢其中一个人会中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总之这一次我们整辆车里面的人肯定一个人会中，中的人就请吃晚餐。这边有单卡，这里吗？师傅。一二三四五。我们现在停在路边买彩票，然后这里有一条小路，我觉得哎很适合拍照哎，我最喜欢找这种小路拍照啊。尖叫声！我们司机大哥是林志颖的什么？师傅，前驱的、啊，前驱车的话我开的算不错。哇，他的第一个师傅是赵文川，以前我们都一起比赛的。我们看一下他以前拍的照片。我以前还普通帅哈。普通帅。赛车手很帅。在阿里山的半山，然后现在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一些东西吃，听说这里的便当不错，所以就来买买看咯。又再来这种便利商店，真的台湾就是来这种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看我上一个台湾的 vlog， 我有介绍过这个好吃，最近我看到有另外一个口味的那个，我要吃。哎，我刚刚拍你吧。哎，你不冷吗？我们刚刚吃了一只鸡腿。嗨。山上的天气变化很快的，我看这片云哦。很冷。我们已经到阿里山了，大家都开始装逼了，装逼，哎呀呦，这个也在装逼，很冷，这里真的是超级冷，听说是11度，不过我觉得好像比11度还要冷哎，我不懂，会不会拍不到？我嘴巴有在出冒烟的那种。绝对有八度！哇，真的是雾很厚哎，很冷。现在我们要买票，是100元这样子。哇，也够冷哦！哦，好冷。我们来拍装逼照。嗨。我们要去神木县。神木。都到了吗？来，检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三小弟啊。
这里好了。可以。可以啊。就要拍这个 MVC 耶。阿里山的姑娘泪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转如山呀，哎呀嘿，哎，角落听说是阿里山的博物馆，我们大概爬了30分钟，这里除了空气很冷以外就是很安静，基本上就是森林一片。树林塔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阿里山香林神木。哇，终于来到了可以吃东西的地方。我们都饿惨了，太饿了。这个很好吃，我现在要吃了。烧，这是烧仙草。烧，水状的，没有料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住宿，还不错，这里可以睡6个人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嘉义夜市，所以我们等下见。是郭家鸡肉饭，哎，很香，还有就是郭家卤肉饭也很香，还有就是菜汤的味道，超香。现在我们在百元贩卖机，这贩卖机有 iPhone X。